哦，这是我新买的手环，好看吗？我真的好想要你赶快来哦，可是我那天刚好要开会，所以我会请我的同事去接你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啦，拜拜。 宝贝，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啊！你看，如果你过来工作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一起生活，一起赚很多钱，对吧？嗯，你是在为我们的未来着想吧？嗯，我也爱你啊，真的很期待你过来。 从台湾出发班机一个礼拜只有两班，我们这边会再确认一下这几位饭前机票购买的状况。那你们两个再确认一下，有任何进度要随时跟我回报。是，请站。先生，今天要出国工作吗？对啊。 我女朋友已经在那边了，她找我去的。麻烦登机证看一下。你女朋友的名字是？李佳恩，怎么了？你回程机票买了吗？是还没啦，但公司那边说会帮我订啊。李佳恩啊。 先生，我怀疑你遇到求职诈骗。怎么可能啊？是我女友找我去的。你们等一下，你看，这是她传给我的影片啊。是 SOS 摩斯密码，她是求救，她也是受害者。被害人透过音档发出求救讯号，情况危急，请各小队加紧速度。先生。 不好意思，那个警察先生，我赶时间，我知道了，好不好？真的，我女朋友不会骗我的，谢谢。Our team is on the way. Thanks for the information. Thank you.
谢谢你们，如果没有你们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真的很谢谢你们，让我们可以安全回来，谢谢。国际刑警科的同仁们都辛苦了，你们算是很幸运的，这次各国提供了不少协助，一起破案，才能有今天的成果。近期我们成功侦破一起跨国人口贩运案，我在此代表国际刑警科向国际友军表达最深的感谢。面对新形态跨国犯罪，唯有结合国际的力量，才能全面打击。我们会持续与国际合作，共同建构全球安全网络。A safer world, Taiwan can help.